是瑞博爵士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八号，昨天在16:55所拍摄的是3188次警员信号斗六的区域监测。因为到左营站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所有列车都要在那边慢慢行驶过。感谢各位看留声片和完整都点不到一句刚刚一遍，所以列车会比较慢出现。3188次确认。哎，这里有列车通过。D2B 车有列车通过。哎，蓝 R， 蓝色 R 路，蓝 R 123哎。等一下。也是蓝牙哎，这是莒光号吗？还是火力？哎，莒光号哎，这什么？这哪一班啊？哎，蓝色阿鲁，莒光号蓝色阿鲁，蓝牙123准备通过喽。709次啊！耶，南拿！当天通过是709次，经由南回线看往台东，经花东线看往台东了。的南拿，蓝色阿鲁，南拿123，单材电头。加八节莒光号车厢，加一节莒光色电源车，就是这边莒光号通过。通过左营站。耶，蓝拿，蓝拿通过。然后等一下，3188次进入平行线，看我斗六的电油百型型的，又是。四辆一组出车，怎么那么多四辆啊？有两个班次用四辆出区间车。哎，班啊！哦，没有，这就是用八辆。今天是用八辆区间车，ENU59未无接话，区间车，哦，这是竟然终于用八辆了，谢谢观看，有相片和完整，你都点不到，其他很惊讶，好吧。